报告又接着来了。您好，请您请正确佩戴。Thank you.
没有身份证的，也可以看当场。
请通过右上角指示提出指定人脸，作为我方辅助认证。二，购买免费儿童游乐人住，请务必通过右上角指示提出指定儿童的人脸信息进行检票。场馆的活动预约功能是在成功检票后开始使用。各位观众，请您提前出示健康码，正确佩戴口罩，保持社交距离。所有备票观众均需检票，若检票失败将无法入馆。检票时请注意如下事宜：一，请提前准备好您的身份证作为检票凭证。没有身份证的已购票观众，请通过购票小程序提前绑定人脸，作为唯一检票凭证。二，购买免费儿童票的观众，请务必通过购票小程序提前绑定儿童的人脸信息进行检票。三，场馆的活动预约功能是在成功检票后方可使用。各位观众，请您提前出示健康码，正确佩戴口罩，保持社交距离。所有购票观众均需检票，若检票失败将无法入馆。检票时请注意如下事宜：一，请提前准备好身份证作为检票凭证。没有身份证的已购票观众，请通过购票小程序提前绑定人脸，作为唯一检票凭证。二，购买免费儿童票，各位游客请注意，请您佩戴好口罩、包包都需要，所有的包都要过安检，谢谢配合。大包小包，各位游客请注意。佩戴好口罩，保持安全距离。所有的包都要过安检，谢谢配合。请微信走。各位游客请注意，佩戴好口罩，保持安全距离。所有的包都要过安检，谢谢配合。体温正常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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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体温正常。没有三个人，来先稍等一下，来我领走，一起的，一起的，您稍等一下啊。你好，我领走。来之前的小朋友抱起来，来对着屏幕。你好，来我领走。来对着屏幕，领走。来扫身份证，有身份证扫旁边，扫中间。
这个小凤凰，这么多小凤凰的能量，然后能量有什么浓度的能量，晚上能量，长期的晚上能量，这个三点，
因为他在看病，就是那个网上有网，他是有网上名的。然后呢，他网上名的公司就是他的网上名，就叫网上名。然后经过你们取名，然后我就最后这个不出题目，不出题目，你这个一直要涉及到多少个字啊？然后还有这个比例啊，这个什么啊？怎么样才能够进入这个网这个全场的比赛？Thank you.
在我在找那个。Thank you.
Thank you.
再往这边。Thank you.
有力量的。
都是公式那个。那我数学这么烂，我根本不懂。